类打吧。这是地球市民交流センター。本当にね。我们来到了白川沙房大坝。视频的结尾还有航拍，大家看到视频的最后。沙房的碑。注意事项就是所谓上涨的时候注意避难。昨天有人还在下边野营，但这里的虫好多呀，水也是特别的清澈。他害怕下面有虫啥的。还有，我们来到了木赖大坝。木赖大坝是高33米，长192米。这边就是大坝的那条桥，这栋楼就是管理大坝的。这边还有对木赖大坝的解释说明，就是说木赖大坝适用于木赖川水的洪水调节，以供藤岗町的水稻用水正常使用而建的。吉拉萨基米杜米，塞塞拉基科恩。石碟足汤泡脚的地方，这边还有一个卖蔬菜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是全都是100日元，然后在这里面木箱里面放钱，自己拿上就 OK 了。但是现在是下午3点，估计什么都没有了。早上的话估计会有很多的。我刚才还看见那个タマネギ，就是洋葱，也是100日元。哦，这边就是泡脚的地方。哦，这边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。哦，这边有介绍，就是建议泡15到20分钟左右。然后这个石碟足汤的功效就是治关节痛、脊髓炎、自律神经不安定等等。50 degrees
穿短裤比较好，然后穿长裤的话就是弄上去就很难受。啊，这里它前面的风景也是很漂亮的，就是来这个竹汤的时候要自带毛巾，因为这边的话有放，后面是放鞋子和放东西的地方，但是没有擦脚的，所以要自带毛巾啥的。这个领度得要啊，当时有防晒的最起码要。你现在这工作呢，肯定要进步的，要快乐心的。然后如果膝关节痛腿疼的话，泡泡脚就是对身体非常好的，然后这边是免费的，可以随便泡的，太赞了。这边就是竹汤，日本的老太太、老爷爷都在这边泡脚。什么声音？阿罗的阿巴达第一关。在竹汤旁边还有个免费的高尔夫球场。咕噜咕噜，咕噜球这个的。爱地球纪念公园，然后后面就全部是停车场，就是回家前记得要精算一下。这个就是停车场的精算器。这个爱地球纪念公园特别的大，四月开花就是第一个奈莫菲拉，就是那个蓝色的，还有纳诺哈纳，就是那个油菜花。这边是地球市民交流圣达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好啊。猜猜这个非常可爱的、非常有设计感的是什么？OK， 公布答案了，是电梯 elevator。看这个，这边是大片的足球场地。下面是一个溜冰场，然后那里面是一个很有格调的餐馆，然后这边就是滑冰溜冰场。那溜冰场是一回圈的话是1470，然后11次的话是14700。这边是一大片的荷塘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吉布利诺达伊索狗和青春之丘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这里面真的很大很大。这个
魔女之谷，现在在修理，是奶猫飞啦。見てない。本当にね。这边入园是免费的，但是看吉卜力仓库还有看其他的地方的话都需要入场券的，然后入场券的话是在网上预约，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是看不到的。 Bueno, llegó la hora de pagar. Vamos a ver cuánto cuesta el parqueo. ¿Quieres el ticket? 看过来 Una hora más o menos tenemos aquí. ¿Es 無料的是 No hay que pagar nada.如果喜欢我们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Se acabó este video, hasta la próxima, bye bye.